考场上的迷惑瞬间，答案与现实不符。怎么得人分质疑呢？猜不透大家做题的速度。不是才考十分钟吗？还是翻篇了？只有自己的草稿纸够用。老师，再来一张草稿纸。那什么样的草稿纸？拿些草稿纸。不够。别人的做题方式，纠结的内心世界，不改了，弄死不改了，不改了，就这样子哦。但是老师说要相信第一直觉嘛，让他选择就不要听了噻。选 A 噻。